观众们，我最近发现了一个蛋仔小 bug， 开这个车去那个飞天椅子的那里。来到这里，我先调一下位置。然后按使用，你们看，它变大了，越变越大。你们看，现在我只看得到脚。下来还是这种超大状态。不过我有试过，只要按滚动或决战技，就会变成正常状态。拜拜。